欢迎大家收睇国际冠军杯嘅揭幕战。呢项赛事由2013年开始喺美国同亚洲举行，吸引超过100,000人入场噶，显示足球对全世界嘅吸引力，亦都令到世界各地球迷有机会可以喺现场观赏自己最爱嘅球队比赛。一流嘅赛事，梗系要喺一流嘅球场度踢啦。球正吹雞開波，傳返到後面就重新嚟過啦。呢球波過唔到啦，係突破嘅好機會嚟㗎，搵埋去射佢。哦，嘩，救得好啊。守門員表現好好啊，呢個龍門就抵加人工俾佢啦。佢哋揀開個短嘅，傳咗入中路啦。高列巴尼一腳將波清走，個直線嚟啦。有机会，喂，有机会啊！差少少就有个超级金球出现啦。佢搏晒命噶啦，不过射门嘅角度啊，真系争少少。朗拿甸奴传唔传到咧？起唔起到脚啊？你有冇入啊？有机会突破，试下压埋去啦，冇举旗喎。中间有几个队友等紧啊，可以解围啊！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准备要射啦，入咗啦！朗拿甸奴啱啱好啦，喺个防线前边咧，避免咗越位啊！可以见到佢系真系几有经验，同埋咧几有耐性。